在体内会带一些钱，像吗啡之类的前驱物。那小朋友就说：“哎，咳嗽啊，咳嗽，就喝咳嗽药水。”其实他就是已经上瘾了。已经上瘾。他这样子已经掐到都指甲痕，还是没有效。可见他头痛很严重。很严重。敲打。哎，这样子就会刺激这个自律神经的反射。看一下，红色，红色这边。这就是我的一个早餐的饮料，好好喝，口感非常好，颜色又漂亮。周休二日，跟陈月清一起动手做健康。